粤语阿韵母嘴型加大与长音化的符号是两点，例如八、班、帮、包、掰、刮、刮、刮、管、乖。相对的呢，比较短的音呢，就是八、班、帮、包、掰、刮、刮、刮、关、乖。这三个字的粤语发音，请读者参考《通用注音字问世篇》第五章中有关国际音标的说明。作者的粤语发音并不灵光，希望有以粤语为母语的人能够帮忙录音，让教学短片更加理想。